是。产后马上就掉了8公斤，因为我整个孕程胖18。然后我儿子有一天就说，别人问他说你妈妈勒，然后他就说哦妈妈在上班。然后儿子就说我妈妈长得好像气球。有一个东西我真心觉得产后是就是产妇的好朋友，就当你能够穿的时候你就一定要穿。我知道，塑身衣，对。